美丽的金三角的姑娘们，请进城。我们也请姑娘们带领着火把来到了今天的火台前方，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希望将美好的光明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希望将所有的不好的都除去，将我们的灾害，将我们的烦闷全部都由我而一扫而尽。现在请我们的姑娘来到贵宾们的前方，
感受这欢庆的舞步，那也祝福现场所有观赏的朋友们阖家平安、吉祥快乐。那我们现在也看到金台奖的姐妹们准备要带着我们的闽现场民众的好朋友一起加入打